整个过程应该不超过十分钟，那个位置应该在离春风路路口不超过3分钟路程的地方。 交警，人家所长带我跑了好几个储蓄所，可是现金都已经封存了，根本不可能取得出来。你没告诉他你是谁啊？哎呀，人家认识我，他都说了，就是你乔副主任亲自去也没有用。现在现金的制度管理的好严格，你得说清楚你干什么用，而且还得审理特批，不然根本不可能借得出来。 爸爸说吧，他没那么多现金，但是他有金条，咱们先借出来救嫂子要紧吗？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跟他借钱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欠他太多。欠他？乔良，你欠他什么了？哎呀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，你就别问了。那支票还是爸爸的呢，怎么会是欠他的呢？可毕竟这笔钱在我手里啊。 大不了呢，等把嫂子救出来之后，我把这笔钱再跟他补上，这不算借钱，补上，你怎么补啊？你一月多少钱？你什么时候才能补得上啊？哎呀，现在是非常时机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么多了。快，把这支票给我。哎，你拿他干什么呀？行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不行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赶快回去吧，回去再跟你说好不好？ 哎呀，郝亚楠啊，回头再说。乔良，路上小心点啊！好。哎，王先进，我找李国军有急事儿啊，你赶快找到他，我找他有急事儿。行吧，行吧，长话短说，是这样，我手里呢有一张3000块钱的支票。 李瑶呢？李瑶去哪儿了？我们俩谁都没看见，那丫头不知道怎么就溜了。你好意思说呀？你们俩是吃哪碗饭？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办？
是李瑶，李瑶回来了，我去看看。装神弄鬼的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出来打一场！ 李健，你不用这么了解我，大家兄弟一场，再给我次机会。对不起，不行。嫂子，你别怕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你是乔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乔栋，乔栋的弟弟，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保全，带过火山。哎呀，你就是火山呐！ 你娘要是知道你是火山，那还不能坏了？嫂子，我听到还不能回去。为什么呀？知道我身份的老普同志牺牲了，还有，我最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哎呀，老普同志牺牲了，我可以给你作证明啊！嫂子，怎么了？快生了！嫂子，今天不能生，你忍一忍，我送你去医院，一会儿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
二楼，对那边那家，挂着白色窗帘的那个。钱都在这儿了，但是人暂时不能离开。等我们确定郭淑芬确实是在那儿，你可以拿着钱走人。你是大男人，说话要算话。放心吧。家里人把整个区域都给我包围起来，行动吧。好。阿山哥看到这么漂亮的儿子，他不得乐死呀！这回可好了，阿栋，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你的身份，我都会拿命给你做担保，你就是我们的火山，啊！一会儿啊，跟嫂子回家去，咱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。身份的事儿，我看咱没那么重，最关键的是，敌人手里有一份足以摧毁整个临江的爆炸五分补图。如果不拿到那个，那我那么多年的辛苦，还有那么多牺牲的同志，就都白费了。所以，我得坚持下去，直到我拿到那份文件，直到我摧毁整个临江的特务系统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回家。那我能跟我们家老马和你哥说你的身份吗？不能。其实你也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他们的证据，他们不会完全相信你。所以，不说比说安全。哎呦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我如果要是不告诉他们你就是火山，那他们还会拿你当敌人，就会继续的追捕你。你看，你刚才又把这特务给杀了啊！你回到那边，他们也会怀疑你的。那你这样不是更危险吗？啊，你说没人帮你，那你也没有依靠，你怎么活呀？嫂子，我有依靠。你有依靠？我的依靠就是我的信仰，我的信仰足以支撑我度过任何困境，我能坚持。阿豆，你是一个真正的战士，嫂子为你骄傲。是我们的人，你待在这儿，等安全人再出去。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，我先走。哎，你怎么走啊？啊！站住！再不下去就开枪了。去歇着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啊，别太担心了啊。小板凳，三条腿。
陈医生说了，要是没什么大的意外，过了这一两天的危险期，嫂子就该醒了，别太着急了。老板，骂我一句吧，打我几下。那你打我几下。行了，那点出息。你又不是故意开的那一枪。再说了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你嫂子脱离危险了，没有关系啊，过两天就好了。等嫂子醒过来以后，当面向她赔罪。实在不行的话呀，就拿刀子捅我几下，这样我心里痛快一点，真的让他消消气儿。她是你嫂子，又不是母夜叉。哎，查清楚了吗？没有，往陈振还去调查了。但是据我个人的分析，李健还有那两个特务被打死，嫂子能把孩子平安的生下来，而且呢，还主动为这个人挡子弹。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霍山，对，很可能就是霍山。这事容易，等你嫂子醒了，这个谜团就解开了啊。这臭小子八成是饿了。怎么跑的？不是让你们看紧吗？前去又动手动脚，给弄迷糊了，就让他自己上厕所，结果跑了。为什么？全城搜捕，乔主任，现在大部分战士都在搜查迪特的踪迹，还有必要再抽派人手搜查李敖的？有，我让你搜你就搜。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女人，听见没有？快去吧。是。就是铁手，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是吧？都是警察抓小偷，猫抓老鼠。你什么时候见过老鼠跟小偷之间互相抓的？我跟你们他妈的不一样。现在不一样了吗？
就算共产党抓不到你，我也不会饶了你。这个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我嫂子真不会死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个就是神经抑制。乔真，正好，我找你啊，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来，我们去那边谈。乔真，坐。省里的批复今天到了。是关于新农村计划的报告。是。整个工程啊，马上彻底停下来。马鞍山同志，不太适合继续留在临江。请他去沈阳党校学习，即日启程。军委会的日常工作由乔梁同志主持。嘿，这个消息还没有扩散吧？啊，没有，我拿到批文啊，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，就是想请乔主任把握一下，看看这份文件什么时候下发才合适。小岛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，摇啊摇。娘，要我说呀，给他找个奶娘吧。不行，孩子有奶就是娘。你今天给他找了，明天淑芬醒了，他就不认娘了。还是等淑芬醒了再说啊。嗯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我看也不这样吧，还是等嫂子病完全好了以后再说。行，那我先压着，不过时间不能太长了。小琴，你来了。嘿，马主任，嫂子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好，皮糙肉厚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医生说明后天就能醒。好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傻婆那有傻福气。我去看看嫂子。好，你去。哎，小梁，我刚才忘了问你了，他们说你是压着李瑶找到你嫂子的。对。那李瑶呢？审出什么没有？跑了。跑了？怎么搞的？你说这顾小三儿吧，被这个女人迷住也就算了，两个新兵蛋子也没看住了，这简直就是个狐狸精。小梁，志海跟我讲，说是他跟你要钱了，卖给你情报，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没多少钱是多少钱？这个钱呀，军管会报不了。多少？100块钱吧，100多，那还不多，我2个月的工资呢。他可真是狮子大开口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想办法把李瑶抓住，把钱要回来。如果要是一直抓不回来，也不能让你损失这笔钱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嫂子的事儿，是吧？我马鞍山就是砸锅卖铁要把这个钱还给你。行了，咱哥俩得分那么清楚干嘛呀？当然不行了，这说一千道一万，这个钱也应该我来拿。嘿，这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小子可真够有钱的啊，100多块钱说拿就拿得出来。
你行啊你！行什么行啊？我东墙补西墙，东借西借的。你不是要还钱吗？趁早啊，赶紧还，还得补这大窟窿呢。行，等你嫂子醒来，她知道钱藏在哪里。到时候啊，如果不够，我再借着全还给你，放心吧。赶紧走了啊。嫂子，没事儿。医生说，这两天就能醒过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这臭小子，这两天干什么去了？不见你人影。我在写检查。我把给李瑶改的假身份的事儿，都交代清楚了。就当组织上这么说了。你的事儿啊，我跟乔亮商量了。你的问题确实不小，但是还不至于把你给抓起来。你干不出处长的这个职位呢，撤下来，别干了，先去秘书处做个办事员。但是以后还是跟着我，就看你怎么表现了。表现好的话，看看再怎么用你吧。至于那个卖身份的主任，我让陈志海把他去逮捕了，他的问题比你严重。谢谢你，爸爸。谢谢。你说三儿。你得时刻警醒才行啊！我们都是土包子出身，但是恰恰又有权利去管理这个城市。这个城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没有见过，时刻都在诱惑着我们，拉扯着我们。稍不留神，你就误入歧途，而且离地狱越来越近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疏忽了，没好好替你着想，没能够替你张罗婚事。不过你放心，等你嫂子醒来之后，给你介绍个好姑娘，体体面面的成个亲，啊。秋凉，过来一下。李瑶是不是跑了？嗯。那那些钱呢？都在他身上呢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找了，派人去找了。乔梁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？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我原来打算先把钱给他，等把线索套出来，把嫂子救出来，再把钱呢要回来。结果谁想到啊，手下的人没看紧，人跑了。乔梁，在马鞍山这件事情上，你究竟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
么意思？我一心都为了救嫂子，我有什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真奇怪。我让你说实话，既然你是一心是救嫂子，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明明是3000块，你告诉马鞍山是100块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怕吓着他。你怕吓着他？我告诉你，乔亮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你明明是为了救嫂子，你有什么不敢告诉老马实话的啊？你到底担心什么？有什么事让你这么担心，这么害怕？这么大笔数字，你宁肯自个儿扛下来，你都要去撒谎？你想知道是吧？那行，我告诉你。你也不想一想，如果我告诉老马是3000块钱，那他一定会问我，钱哪儿来的？我怎么说？我跟他我能说清楚吗？索性我就说100块钱，简单了这样。你怕说不清楚？好，那你跟我说清楚，谁给你取的钱？谁有这么大的能量给你取的钱？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你？你审犯人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乔亮，我现在不审你，你很快就会成为犯人。行了，够了。我自己做事情有分寸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乔亮，我真的是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杨楠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派陈志海去找李瑶去了。如果人找到的话，钱就回来了，没事。那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啊？不就3000块钱吗？我有办法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啊。这是一种特殊的药物，用在郭淑芬身上，她永远也不会醒，但也不会死。我是让你自保。来，乔主任请。李国军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乔主任，这里是春江会馆，喝茶散心的一个小地方。小地方？这叫小地方啊？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大小还算其次，关键啊，这里还算雅致。乔主任跟我们喝茶谈事儿，我们怎么着也得找一个配得上您身份的场所才行啊！哎，是是是。走，走，走。乔主任怎么样？啊？乔主任，你先尝尝，这是今年的明前龙井，别的地方这个月份早就喝不到了，会馆的保鲜程度啊还比较特别，到现在了还能喝出当时的香味儿。您尝尝看。乔主任，这个茶点呀也很有特色，是日本人做的，他战后呀
就留在了这里，是家里祖传的。您看看，这个每一个都像一个工艺品，您尝尝。日本人的东西我吃不惯。乔主任还很爱国嘛。那您先喝茶，待会儿再尝尝咱们会馆做的西湖醋鱼，比这个杭州做的还有特色。对。李伯驹，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啊，又当回地主老财了。谢乔主任，您可别吓唬我，我怎么能敢回去再当地主老财呢？这只不过是大家伙的一个爱好，这个会馆是一个私人会馆，不对外接待的，是吧？几个人蹭钱弄的，附庸风雅罢了。老李啊，乔主任没批评你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啊，是不是乔主任？乔主任啊，这个会所呀，是一个小圈子的一个聚会的场所，不对外，很安全。你说我们平时工作这么辛苦，粗茶淡饭的也够革命的了，偶尔来点小情小调。乔主任，这老马快走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嗨，军管会那点事儿哪有什么秘密啊？乔主任，这老马一走，这临江你就正式做主了。什么正式做主啊？我还是副主任，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罢了。当初是你说的对不对？说他很快就会好起来，对不对？马主任，您冷静一点。是我说的没错，可郭大姐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各项指标都做了，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别跟我说应不应该，你想办法。想办法把他弄好，快！你想办法把他治好，想办法，你让他好起来，让他好起来，快走！别让他走，别让他走，让他回来！你想办法把我快点给我治好，别让他走！乔主任，您当了一把手以后，哎，这临江是不是有大的变化啊？你准备向哪个方向努力？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内部的情况啊！这个造船厂的计划呢，胜利的态度不够明朗哦，不支持呢，也不反对，所以呢，这个筹备资金呢，短时间是不会到位啊。但是这个项目啊，我会坚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自己投入啊。啊，没问题。我相信省里的最终啊还会支持。啊，是是是是。至于其他方面吧，我是希望啊，能够我在任期间啊，把我们的临漳城呢，能够有一个大的变化。旧城改造，废旧立新。废旧立新。废旧立新。可以这么说吧。要想有改变呢，首先呢，要从城市的规划，要从呢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开始啊。好啊，这是个大工程，我们有活干了。乔主任，您可是为咱们临江的老百姓谋福了。说你们两个人高兴什么呀？啊，旧城改造，改造的是老百姓的生活，不是要改造你们两个人身上的腰包啊。漫漫路上的纯真情怀，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。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，再也回不来。
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。这是曾为我们喝彩，人潮曾让我们期待，坚定而澎湃的爱，藏在心中，刻骨如怀。远方如风，终成永在。